你的发球位置对吗？来看看我的发球是不是比你的球更转，力量更集中呢？想学习更多乒乓球技术的，晚上8点来我直播间哦。为什么不能超过肚脐啊？超过肚脐的话，这个力量就卸掉了。不超过肚脐的话，你看，它的这个力量就能够停得住、收得住。你看，这个超过肚脐的话，这个力量就没有了，都卸掉了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这样子去翻，没超出去，没超出去，没超出去，是不是啊？在这里它会集中，对吧？你看，集中了吗？那你这样子你集中吗？你就全部卸掉了。我把拍子这样子出去，它是没有那个爆发力的，在这里有没有爆发力？打乒乓球要学会收力的，你看，收力，收力，卸力，啊，你发卸力，你永远也发不转。因为你都是均衡的力量，这个是收力，你看，是吧？这个叫做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收力，这是卸力。所以说的话，我告诉你们，手不要出去发球。不要超过自己的身体，它就能够发得转。你发就发不转，这个力量就不集中。